好嚟啦！直播打埋呢个第八道馆啦，我哋咁啊，道具都系上次用翻上次嗰啲啦，系嘛？班吉拉石、幸运分享，好嚟！呢个系冰系道馆，呢个咁样嘅步，呢个咁样嘅行路，呢一个设计咧，其实几得意。呢个得谂下先，啊，咁样行先，我记得。使唔使打下面嘅训练架？唔使啦，其实。应该唔需要啦。好，我哋可唔可以一次过打赢咧？可以死唔死？好啦，应该系单打啦，我估。我哋出嚟鱼龙啊！嚟，你鱼龙好似啲技可以，有招撞击喺度喎。嚟啊！我哋打下呢个米可，你睇下点啊？大嘴勾啊！即刻嚟个六号，出咩技啊？热水，冇事冇事，可以再出多下都得嘅，应该。出多下啦，唔中烧伤应该得嘅。冇事冇事，呢个攀瀑布应该得啦，马先。水系打佢变咗，水系打佢变咗一半，落翻雨。招咬碎系咪80？咁用咬碎啦，咬碎啦，应该死嘅。哎呀，哇，哇，唔系话，哇好在啫。黐龙王啊！顶啊！黐龙王咬碎，黐线快过我，翻个奶 ，mega 嘅尖石攻击，水炮，哇！差啲秒杀我，呢度应该死咗啦，转一转先，使唔使转咧？转一转啦，救个人嘛 ，mega 波动 ，oh my god！头地鼠，地震，哎呀打唔死，其实应该长毛巨魔先，而家超，年年加速，哇好久啊，呢个时候换呢只嘅，哎呀要死啊咁样，要输啊呢场，呢场应该输啦，玩蛇壁系密工场，密工场 ，Oh my god！吹风，大镬啦！咁就输啦，要输啊！果然好难，一开头就打赢啊！输啦，今晚比较超点赢呢啲嘢？饮水，冤！第一次测试系冇嘅，翻个拉先啦，嚟改一改天气。直接用尖石攻击咩？得，黐龙王我哋直接换做长毛巨魔。反射壁，得。龙头地鼠嘅地震，哇，神技。十二机会都唔好做，换一换先。其他超，嚯，100秒咗。哇，好难，好难搞啊！呢只点解骆驼冇噶？神通力，打唔赢喎，冇错系，大镬啦咁就，都唔系唔得嘅，可以用鲤鱼龙硬破嘅都。石攻击啦，咬碎啦，系咬碎，再咬碎。呢只唔够佢快啦，冇计啦，冇计死咗佢。地震，又有呢只嘢。鲤鱼龙，喂，应该快过佢话我，好似快过佢啊，诶得。开开龙冇嘅好啲呢度。好鬼难打喎、啊、呢、這个，真系够晒呕心佢嗰啲单打嗰啲虫，啲正饭俾你鱼，你鱼龙摆头，用龙武推过推爆佢啦喂，哎呀，咁都唔死啊佢，三下都唔死，
太過分啦啩！三下都唔死，混蛋！难打喎、啊、呢、這个，点会咁噶？我石壁，呢扎灵魂攻击，飞鱼龙唔好，烧伤咗。哇！佢仲有呢只嘢啊？唔系啊嘛？咁样点打啊？赢唔到啊！冇草系。要補草屬性打擊面喎、啊，我打埋呢個就可以收台啦！呢個我打唔贏添啊，其實係咯，我打唔贏添啊，其實真係打唔贏，轉做比加超咯，或者夾破人蛙冇乜用呢場，係可以轉做夾破人蛙。咦 ？OK 喎，連 miss 咯 ，OK 喎，飛魚龍唔得。呢个系特工啊，斗啊物理墙，或者头先唔减啦，比加超好狗啊，咁样换重，你用啊，冇啊，冇烧伤啊，顶住，哦烧伤，哦。出你呢只嘢，唉，打唔过啦咁。哎，凹凸头盔，哇，咁样好嘢。龙头地鼠得唔得？龙头地鼠会死唔得，翻个拉先。之后咬碎，得，唔够佢快呢只。上个巨魔先，吹狂，冇办法呢度唯有咁样先啦。跟住龙头地鼠，再用地震，哎 ，nice， 再地震，哦，地震，潮旋地震，哇唔系啩？哎呀！用我咬碎但都赢啦，因为佢最低血量最低啦。OK， 赢到啦，米可尼阿当唔系米可尼，搞掂。几难打，黐线呢个第八个道馆劲到啊啲重，全部标配单打重嚟。哦嚟到，哇咁快有得打啦！你都终于嚟到联盟咯，睇嚟呢一个咧系方圆旅途嘅最后对决啦。双打 ，OK。好响啊！双打，睇先。长毛巨魔加班格拉，呢度带图片按钮，其实应该买多几粒喎。嚟啦，光墙再加 mega 地震 ，mega 地震应该神冇死嘅。哎，唔系、哦，草丛龟唔可以用地震打，不过唔紧要啦。哎、欸，我咪退咗自己啊？唔系，冇事。哇！佢都放地震。Oh my god！ 咁啊，我哋光墙咯，呢度光墙再加岩碎啊，系岩崩啦，岩崩啦，岩崩。光墙剑舞龙王剑，高台龟鼻嘅。OK， 跟住呢度换龙头地鼠。哇，好 perfect 呢、這个這个配合。呢度用双岩崩。双岩崩，惊惊，录取得死咗只班格拉。呢、這个时候，哇，我打唔到佢喎呢只地面草啊，草地啊，草地得冰打啫。呢啲属性又麻烦。我呢个打击面系仲打唔赢，夹破人蛙其实可能走得嘅啦，夹破人蛙。
夹爬蛙啦。夹爬蛙其实可以用兵技嘅。啊，唔系，夹爬蛙有草技嘅，啱啱先醒起。直冲住，转呢只。唔通嚟？逐流，冲住，再舐啊！哎，麻痹到，跟住就用其他招。哎呀，连击波，二连踢连击波，神通灵连击波。OK， 反射墙，再加呢一个嘅贪毒暴打电击波。哦，不是吧？哇、哎、呀，仲有只雪妖女啊！欺诈雪妖女，竟然输，太难打啦！哇，佢个阵真系争招草技喎、啊，唉，咁真系班吉拉要留，班吉拉唔死得，龙武方长，班吉拉弹跳，尖攻打龙。冇击中啊嘛，五百次。哎呀，头先我话冇击中，搞到李鱼王、李鱼龙死咗。其实咁样 O K 嘅，呢、這个阵容 O K。安详，因为佢第一下呢下岩崩炸唔死个李鱼王，而我呢度咧就可以用弹跳弹上去打只土龟龟。呢度咧尖攻打应该一下死可以，系啦一下死。跟住下一彎咧，呢度就呢度可以直接轉走，轉做比加超送死，因為班吉拉要留天氣。呢度死咗李魚龍冇辦法啦，跟住用龍頭嚟住啊，再用個直衝轉打鴨嘴焰獸，呢度用鹽踢踢呢只，哎呀燒傷喎，30%燒傷中咗，夾火人蛙。岩崩，跟住轮唱打雪妖女。哎，得打死只雪妖女先。呢、這个时候再出翻只翻个奶出天啊沙暴出嚟啦。我记得有保护喎只电击魔，咁所以我哋用直冲钻啦都冇计，直冲钻呢只之后咬碎只海兔。好。呢、這个时候就用光墙啦，光墙再加咬碎打电击魔，得、啊，诶赢啦啩，僆仔仲捉到你佬，完，悲除五秒，唉完啦，唉睇嚟我都系输咗啊，睇嚟只有传说中嘅精灵先足够强大，好啊！明明已经无数次捕捉同放生搞得最强，点解我都系冇办法战胜你呢种基本？我先唔信呢啲咁呕心嘅嘢啦，可以变强。我去收复呢个传说中精灵，比各地嘅成员更加强。再见，成功。我相信应该冇乜人可以一弯打赢啦，即系第一下演打赢，应该冇乜可能。唉，收工，差唔多啦。一集嘅内容就系咁啊。唉，有病喺度。呢、這个系咪最再打？我记得，我记得呢度仲有条友要打。唉，系啊，呢、這个艾露雷朵条友呢个，但系得50咧啫，咁应该唔够我打啦，系嘛？我觉得极大防御，好麻痹，中啊李龙，得自信过剩。啊！大黄人蛙神通力，幽灵神通力，神通力，舐佢，精神离人，加龙水炮，冇死得，诶咁都冇死到，嘿，一下打赢啊！呢个二打嘅，呢个应该冇强化到，所以都二打啦，不过冇乜所谓。Thank you.